主料：肥牛200克，金针菇300克，粉丝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粉。水煮匀调料，花雕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水煮活鱼调料包一袋，按自己口味加入适量的调料，放到滚水砂锅中。金针菇漂洗干净后，中间斩断，放入砂锅中。将粉丝加入砂锅中，将肥牛片放入，加入适量的花雕酒，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粉。烹饪技巧：肥牛不要放得太早，煮老的就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